适合就是对感情有洁癖的朋友，感情洗一洗还是新的。对感情有洁癖的人呢，对身体也会有洁癖，然后对环境就更有洁癖了。他卖了个大关子，对，到底什么东西呢？来，这是前至理名言，就是洗一洗也还是新的嘛。这看起来已经是一个半成品以上了。其实它很特别，它叫做脏水分离桶。脏水分，因为以前我们在拖地的时候是用反复同一桶脏水反复的拖，反复的拖，所以你用脏水再拖到地板上，只是把细菌跟晦气再拖到家里面上。所以呢，就我就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有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桶子里面把脏水跟干净的水分开？哎呦，这难度很高。因为我谈过很多次感情，我学到一个教训，就是人家说谈感情的时候不要吃回头草，拖地的时候不要用回头水。哎呦，所以这个水呢，让你在每次拖地的时候都用干净的水。说的有道理。两个人如果说没有办法，我们比如我跟印祖交往，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，我们觉得不适合，我们要分手。对，至少要分手，才半年以后才开始另外的交往。没错，因为担心会有残留。对，一讲我们懂了，帮我们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怎么？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桶子哈，这个桶子我们做了一个透明桶，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。就是它有两个桶子，中间这个内桶呢，装的是干净的水。然后呢？对，大家可以站起来，大家踊跃一点吧。好像户外教学，里面是干，那一桶是干净的水，外面是空的桶子。然后呢，我透过这个拖把，两层，对，两层。那这拖把它一直都可以自己把，拖把也很特别，对，它自己会站得好好的。没有，就你在推它，推它说，哎呀，不倒翁哎，像不倒翁，它就会回来，会的，它顶天立地，跟宪哥一样。OK， 然后把它打开之后呢，它怎么使啊？大家就真的眼睛不能眨喽。好，好，因为很简单，对准中间以后呢，当你往下压的时候，的水呢就会往上冲洗，所以你每次在冲洗的时候呢，都用干净的水在你洗你的拖把，然后外层呢脏水就会掉在外桶上去。然后我拉起来到第二层的时候呢，它就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，你往下压它就帮你脱水，所以拖把呢会非常非常的干。也就是说，它就像是以前拖地的时候很怕拖泥带水，对，但里面就这么的干。就干，它就不会像一般水会滴滴答答滴滴答答。然后很多人想说，真的脏水分离了吗？其实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哦，就是把这个内桶拿起来以后，哇，来里面是不是都脏水？底下是脏水，里面全部都脏水，对，真的。那这边的水，你每次在清洗的时候都是干净的水，到底有多干净？拿起来喝吧，不要了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直接喝了，我敢是因为每一次你在冲洗的时候都是干净的水，所以适合处女座很有洁癖的。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采光，谢谢大家。我哎，是这一支没错嘛哈，要让它把脏的更抹更多一点。对，我们这边脏脏，这很像是一个滤水器的，而且它不会到很湿很湿。主持人自己拖地板。好，现在这个很脏了，对不对？来现场看一下怎么把它脏水跟那个分离。我拿一个我们实际的桶子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如果大家想试试看的话，这是我们出货的已经开模做好的桶子，已经开，对，已经做好的，所以亮的颜色。有没有人喜欢打扫家里的？来，祖竹，我很贤惠，我每天都在打扫。要对准哦，对准中间，对准在动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动一准动以后往下擦，擦啊，哦，哎呦，这个太重了，十八，喷的很多，对不对？十八，我用力往下一直压，这时候呢，脏水都开始放了，很会喷，就是会喷，然后呢，你往上调一个角度，往上，往下，往下放，好像是脱水。哎，我们刚刚前面讲，后面讲，然后这边又歪掉，谁对准？哎呦，刚刚静静的哦，哎，它不会滴滴答答，因为很多拖把是会滴滴答答的，对，没有，它要拖地还是要有点湿度，对，不能烫太干，但里面的水就真的变脏水了吗？看外，还是你要把它提起来看看？哦，哎，岳阳很会，岳阳，来，放下来，岳阳，哎，真的，哎，真的耶，脏水，里面是不是脏水？大家看到没？对，有没有？刚刚喷射了，很脏的，最贵的 OA 呢？然后这里面就是干净的水，这里面还是干净。哦，要不要喝看看？有多干净？太快太快！要不要喝看看？不要！你今天下，你真的是
当你对自己的商品有信心的时候，你会相信它就是干净的水。OK， 好，谢谢谢谢主厨。哎呀，这个这个叫可以哦，这个叫做脏水分离桶。对，设计系的同学有没有意见的？对不对？有没有想法？拿起来就问了。哎，哦，来来来，麦克风传过去，传过去。麦克风，麦克风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哎，我最我很喜欢设计系的学生，因为充满了疑问。对对，请问一下，就是你们的拖把对毛发的清洁度高吗？因为我们其实女生长头发很多，对，多。刚刚做那一个，这个就是可以去理。没有，这个是把那个毛发刮下来，但他应该问的是那个抹布本身对于毛发的吸附力强不强，对？那一块布呢是超细纤维，它的密度很密，所以呢，只要是宠物的毛发或是身上的任何一种毛，它都可以吸附在那个上面，所以呢，清洁力很够，不管是卷的或直的都可以，有的直发，有的卷，金的还是毛多不多都可以。好，谢谢你的问题。谢谢。还有其他吗？有问。没了，来，熊姐，你觉得多少钱你会？这个我蛮需要的，因为我平常我都是用抹布趴在地上擦。好贵布。但是让我最累的就是要扭抹布，那扭完以后呢，十个手指头很痛。冬天更痛苦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这个是很需要的。哦。因为我个人是处女座，所以我很害怕用脏水反复拖。等一下到小房间来找我聊一聊，好不好？可以。预计要募多少钱？哎。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会比较够，哎，你有多少钱？岳阳人，对啦，你是不是看到商机了？一色岛，一色岛，你快乱出价。我是觉得美国其实有联络了，我是觉得还不错。